陈美如，我是你的王子。五冠军的新剧《我的芭比伦恋人》火热开播了，看过几集后不得不佩服编剧真是脑洞大开，就连我们的主演陈美如也被惊得目瞪口呆。陈美如24岁生日派对上，一位长相绝美的混血王子从天而降，王子说他是为爱美如而生，并声称自己是王子慕容杰伦。陈美如当场傻了，这个名字太耳熟了，是陈美如12年前日记中的男主名字。12岁的陈美如幻想有位混血王子，不爱倾国倾城的高贵公主，只喜欢平凡普通的陈美如。陈美如当年因为这本日记等老师和同学当成笑柄，没想到12年过去了，日记竟然成精，日记里的人物出现在他面前，可惜他一直爱陈美如一人。慕容杰伦的出现打破了陈美如死气沉沉的生活，帅气王子的爱情能治愈美如的社交恐惧症，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吗？期待后续精彩剧情。